啊！又是首选，没有悟空哎、欸。我怎么一直跳啊？我再玩一把吧，再试一次。为什么要刷飞狮上路啊？现在是陨落版本哎、欸，飞狮上路不可能会强大。要被吊打了，达瑞斯打不赢哦，哭哎、欸！我很难打达瑞斯啊，打不赢啊！啊！对面选达瑞斯，你还选阿木木，你不会被剁吗？什么意思啊，阿木木？线上吊打达瑞斯屁啦！你知道吗？我有前面有一阵子，就是虎神精英的时候，我有去研究他怎么玩贾克斯的，我直接把 RP 翻出来每一场看，他几乎每一场线都是输的。但是他有时候会打回来，然后一个会战啊，然后 一打四啊，怎么就打回来？但是他的线都是输，好不好？对啊，明明就好几把被吊打，你看有在看的人讲话了，怎么可能吊打达瑞斯？一定是好多把才吊打一把，这超难打的，好不好？你知道吗？反击风暴是持续两秒，一秒后可以放开。一个好的达瑞斯呢，只要在我 0.8 秒的时候拉我一下，然后往后走，我就爆了。我即使跳也没用，我跳到一半也会被他拉，所以他只要抓到那个 timing， 然后往后一跳，我就死了。不过后期我们比较强，后期比较强，所以看看吧。被刮一下，刚刚往后跳的。哎呀，刮爽没？到底刮爽没？达维斯。阿木木要来哎、欸！别啊，阿木木，他是你的天敌。别啦，别啦，别啦，别啦！这么凶，克服了这个阿木木哇！原地发呆啊！我要讲话，靠！好乖哦，这两个炮车，快打一下！哎，你不要太夸张哦，现在可不是你能嚣张的时候，短距离位移。我帮你选啊，不是我碰的吧 ？Nope，Nope， 你要不要补上你的 ID？Nope。哎呀，你看我一讲话，我一讲话兵就全部漏光光哎、欸！不对，我干嘛出这个？我不知道这是陨落吗？哎，算了，先出三项吧。先出三项应该还行啊。你说他一拉 Q 我就上去打、啊？不是，我等一下慢慢打，后期会赢。我如果我现在要跟他这么激烈的话呢，我搞不好会永远站不起来，因为我被他单杀后，我就会站不起来了。我去推线吧，不要跟他打，我推把线推过去就好了。不知道奈德利走了没？玩的不错，连经验都不给吸哎，凶巴巴哎，硬要哎。太瞧不起了啦！哎，达维斯，你居然犯了这种失误，你居然死要塔皮，这叫什么呢？死要塔皮，就是他宁愿死，他也要拿这个塔皮啊！他真的死了，哎，换成我拿塔皮了，没了，嚣张，是可以嚣张的吗？可以，他可以，他可以，还蹲人干嘛？还在那边蹲阿木木，胆大！还想滑、啊？干嘛、啊？干嘛一直投啊？负面韩仔是不是陆七天恼羞按投降？是不是辅助把大绝往上路射，然后陆七天恼羞了？我觉得出人血比较好啦。哎、欸，他快送头了、欸，我觉得他故意的，他心态炸裂了。哪是我的对手？没要手上、啊，有了陆仙，陆仙打达维斯，干他戳啦，他绝对在戳啦，好烦哦！为什么要这样，韩仔？我们已经快要上轨了，等一下出陨落我们就无敌了，不要戳啦，陆仙。
不要做啦，我快要无敌了。你看这个牙膏完全不是我对手啊，尤其是我出了陨落以后，你看我们一般出什么坦装什么的忍鞋什么的，牙术肯定会很痛，最后我们也坦不住。我干脆出攻速鞋，直接烤死他啊！攻击就是最好的防守，就是用在我们这个时候的。陆仙要送头了，陆仙预告他要送头了。看他干嘛？看他干嘛？到底哪里惹他了？我们这边都打得好，他一直在送啊，怎么会有这种人啊？什么意思啊？这到底什么意思？我要上了，我要上了。咦，倒吸盾！加一千！别戳，这把我一打九局，露西恩，露西恩，可以不要戳吗？这把肯定要吸了。到底什么意思啊？每次遇到这种送头仔，我上前几天也才遇到，到底送爽没？难不成我要跟他道歉吗？难不成我要跟陆轩道歉吗？开挂了，送完了，送累了，送累了，开挂了，送头送到累了，不简单。直接原地锤死他。达瑞斯如果这时候出现呢，哈哈 哈绿霜，绿霜达瑞斯，如果他这时候出现呢，马上就会被我送下去了。哎，你要被我送下去吗？你要吗？你要吗？你想要尝 taste 吗？ taste 买棒棒吗？taste 买棒棒，不是棒棒，路灯啊，我这是路灯，不是棒棒。有够强的，允诺，怎么这么疼？近战处理都太强了吧！牙膏，我跟你讲，我分分秒秒把你砍下去啊！我先拿攻速，你三层，看我们的 damage， 谁撑得住我们的 damage？ 好啊，好啊，阿姨跟我这么熟，我们想上 YT 可以上。哎，剪辑那个记得帮阿姨入镜一下，帮阿姨入镜一下。OK。还有谁要入镜的？不行，不能开放太多名了。好嘞，好嘞。加上主办、协办所有的单位，全部都是我的人，怎么和我斗？我们一起上 YT。绿茶。哇！杀人！那等于死了吃啊，还吃？哎，这个戳仔竟然可以杀人了，所以啦，木木，对啊，就是我是很木木起飞，哎，所以啦，赢了。哎，牙膏，对面已经一面倒了，对面已经完全没得打了，用技能躲过去。伤害跟鬼一样，直接把他拷出来，直接把他的绿霜拷出来，要讲完。这个 AD 还不错，你看他至少没戳。他至少没戳，上次那个就是继续戳戳到底了，我们这个至少没戳。他发现可以赢的时候，他就没再戳了。哇，还有技能。这个辅助排到一个这么负面的 AD， 他的战舰这么漂亮，我愿意给他一个赞，我愿意给他一个赞。双金人，我跟你讲。这把如果继续打下去呢，我那个金人如果用掉呢，我绝对不是买 GA。你看这个 GA 就去，我绝对是买金人，就是那个沙漏，我绝对是买那个金人，真的刚好40%CD 啊，还可以补我们反击风暴的空档，这真的很强。你们想想看，你们反击风暴跳进去，然后最后没有反击风暴了，有一点空档出现了，对不对？金人过了2.5秒呢，然后又可以再反击风暴了。这常常说啊，这个。贾克斯金人绝对强，绝对强，出那个沙漏就是了，是不是？靠谁带线赢的？你们看这个经济，18000，队友都12000 ，S 加啊，才2个赞，这个 AD 没给，我先检举他负面游戏态度 ，AD 暴打嘛，但是 AD 打不赢贾克斯啊，估计这个 AD 就是打不赢贾克斯 ，BB 来应该也打不赢，嘴 BB 没有嘴他啦，我的意思是 AD 很无力。AD 都很无力的情况下 ，BB 还这么强，所以 BB 很强。我的意思是称赞他，什么嘴 BB， 我是反而在称赞他。你们听不懂我话中的意思吗？商业互吹。
然后最后惊人。